好，我们的长官可能等一下耳朵要稍微捂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尖叫声非常大声。牌子都已经排出来了。各位，接下来是谁？徐富凯。大家安诺你们。你们的团队，你们怎样？后援会你们在靠户凯。 哦，真正是来介绍一下徐富凯。来，我们徐富凯哦，就搞哎哦，2011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行了八张专辑，而且还是在我们明日之星比赛中脱颖而出。哎呦，而且呢，这今年发行专辑，你们觉得喜欢一下，你要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，而且不只是呢，他的歌声哦，哦，大家感受一下温暖，而且你心的快乐，小弟点是大家哦，等这一串每一条歌，大家都会要求，对不对？哎呦。 大声一点！等一下登场的是谁啊？徐富凯！中军后面的朋友登场的是谁？徐富凯！尖叫声在哪边？我们中地所有的朋友，你们的欢呼声！让我们掌声欢迎那位暖男歌王徐富凯！谢谢。 一首歌，第一首歌，你们会唱的绝对会唱，没人学赛，一起唱哦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淡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嘛才知影？ 一个无人的所在，伤手一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晚我无想要讲，一想要离开两个月，唱啊！找一个无人的所在，开放一面，两个三个，醒来自由飞，飞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 听到落雨声，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淡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，原来你听甲这呢远，朋友的感情煞来放弃人。 是无眠，心情无地方。相思的肉苦来，地讲白话。我心肝头是痛几工，不真心来听我离去变的话，莫再讲遐尼多。欢迎你们，做一个无人的所在，相酒一杯，两杯三杯都。 这是笑话，无聊的祝福，今晚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，做一个无人的所在，开放一面，两个三个，心内自由飞，对面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 一个无人识识，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，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晚我。
我想要讲一首的离开两个，做一个无人熟悉远远的所在，分好一个两个三个起来自由飞，伊来就无踏着悲伤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许富凯来啦！来击掌一下！好久不见！哎呦，我差点滑倒！小心！哎，恭敬敬礼啦！那许富凯哈，要不要跟区长跟所有台下我们的长官贵宾一起击掌一下？要不要？我们请长官贵宾举手一下。好，来分局长哈，那区长，我们所有长官来 give me five 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来，谢谢 ，give me five， 厉害！厉害！坚姐哈，是，我们同年代的，同年代的，哎呦，难怪两位都这么厉害哈，我们邱正理长对不对哈？哦，照相是不是？等一下有时间呐，谢，来行局长，谢哦，谢谢你们，谢，说真的，你好，说真的，那那这许富凯都带给大家很多温暖的感觉，好像可以来中立选里长，对啊，对，哎，里长等一下，粉丝你们好，谢谢，我看到里长瞪了你一下哦。喂，没关系，我当你的助理。那边还没说，等一下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有厉害，等一下，反正他等一下上课一定跟大家互动，一定会。进起来哈。哦呦，徐富凯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台语金曲见到你，就好像那种看到温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我穿的比较多吗？还是你没有穿的比较多啊？你要不要脱一件？喂，不是啦，会的。你脱完了。然后跟干冰骑在一起就厉害，是你都要唱歌摸狼血塞哈，然后后面那几句他就，我干冰音乐有跟上，摸狼血塞，对啊。我跟你说，要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活动，一个晚会，我们真的要很谢谢这一些工作人员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，对吧？谢谢我们工作人员。你拢拿球拿盆啊？你没有？一直啪啪啪。没，所以兄弟，你俩唱不掉，快到你。跟着爱一下，爸爸，你今晚来骑车不？好的。今晚来骑车。你今晚来骑车哦。爱骑哦。哎，准备好了。开始啊！你们要跟我一起唱哦。你唔拿卡手机，你带去有干冰盆。哎，对。一二三，吹起来，波浪雪山，气氛的。所在，所以，伊拄啊无记，拄啊好，加薪呐，啊，不过拄啊五届无记，着加几两届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哦，哎呀，这人较水缘呐，较水，啊，不过听讲吼，咱这许富凯吼，每一年发行的专辑吼，所以我们是喜欢叫你要快乐，对不对？是安怎？这你要无快乐，即马即唱的大家拢做快乐呀，对不对？今日来到这，我嘛做快乐啊！是啊，大家遐尔热情，对不对？嘿，今日放有淡薄啊，微微啊冷，啊，不过恁的热情，把这风全部拍走去。哎呦，把你不好的打倒，把好的吸收进来啦，对不对？我发觉我现在会有主持节目，口条好像好了一点点。没有，你好很多，你抢我们饭碗啊！对，因为刚沈文成大哥一到后台的时候说 ，My friend， 哎，那这行啊。因为我一个月要跟他见两次面，哎呦，然后远远就会听到他很那个很嘹亮的声音，就会 my friend 啊，然后都说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在台上讲你跟那个彩花，哎，这写真写的，好加载，你讲你后台讲你听我来讲，我真的，我哪里知道？一登去钓鱼啊，是去谁啊？其他钓鱼啊，那个啊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星期天晚上8点花市的黄金年代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哎呦，厉害的，阿姐什么陈大哥一起主持。真的，这都是前辈级，再加上许富凯，都是很会唱、厉害的唱将。对，如果你真的心情郁闷，看到我们节目，你就会心情好一大半，好一大半。真姐，我心情歹，我看伊我就爽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啊，来啊，听讲这演唱会恩庆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因为呢，第二十二月七号呢，我伫台北的松烟成品的表演厅呢，有两场那个音乐会要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呢，比较特别的，以往我演唱会拢是甲乐队老师嘛，对不对？摇滚呢，来我们叫按个起来是跨界，跟那个我们弯声乐团，哎呦，他们是交响乐，交响乐，对，古典一点的味道。是，然后呢会有分两场，就是下午2点半的跟晚上7点半的。那这两场呢，中间呢内容呢会有小小的不一样，然后是讲我以前都出来训瓜细汉。
安怎耳唱歌，跟我今嘛进入歌坛的这些心路历程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听。像拄啊，迄个无人识识吼，我可以用足坚持爱唱的，对不对吼？哎，因为是安怎坚持，都是因为唱这条歌，让伊跟今嘛大家拢识识徐富凯，谢谢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有些歌曲真的是我们启蒙的老师，是没错。哎呦，而且最重要是，你看他的家乡回到岐山，不只是乡家，啊，不是回到家乡还办了这个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是自己那个对我的家乡，然后呢，回馈一下这样子。哎呦，区长在这边，区长，你同意许富凯来中立自己个人办个演唱会吗？啊，好的，掌声一下来，掌声尖叫声哦！哎呦，厉害啊，区长，我们待会去后台好好的说一下，我等一下私底下约一下。那你等一下要这样子，哎，区长，我们对对对对，哎，区长，茶具帮我拿出来，茶具都来了啊。不过而且讲到后面这几个，是，这几个玛雅姐啦，因为永斌跟我比较同期的，是是是，玛雅姐，然后潘姐、雅文姐、雅文姐、沈大哥，都是我小时候唱歌的启蒙老师。哇，这每一位都是您的贵人啊，每一位都是啊，我拿耳钉瓜动一点，他唱我家的前辈瓜给。哦哟，真假真假，所以接下来所有朋友，你的这个加油牌在哪边？要举高，举高！谢谢你们。但是我要先讲，不要举太高，后面的朋友要看前面。对对对，不要马上放下。很好 ，cute 的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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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接下来，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各位列手机啊，手电筒功能，今嘛阿哥有哦，阿哥有电呢，请你开一下手电筒，我看手机灯海给我看。嘿，来几下灯海啦，吼。哎，有开有开下，有开哦。我们把这边当做那个就是一个露天的演唱会的广场，好不好？我感觉许富凯哈清唱嘛是演唱会啦。清唱，那你清唱嘛演唱会，要录音啊嘛演唱会，那边唱啥？来唱啥？来唱啥？哎呦，唱一下日本歌来听一下啊！听两遍，你能听吗？很固味的，好啦。很固，很固，来，很固。哎呀，我想你们唱啥？来唱啥？要不然我有一首，我翻唱一首西城秀树的歌，我希望大家跟我比这个动作，好不好？比这个动作，因为这是临时的，没有加的。是是是。斯巴达西 YMCA， 我看一下。YMCA 哦，这简单。嘿，来再开始。十八大戏 YMCA， 哒哒哒哒 YMCA。我赶快给你。我音乐的，我这碰就合作。单兵班级哦。嘿，好厉害。不好意思，但是今嘛咱听这条歌曲，拄啊好这天气上适合。是哦。各位，手机灯海，两万人的手机灯海不见了，只有二十几朵啊，这样对吗？以后啊，只要有我们这一些歌，是，这些歌手的那个演唱会，记得都要带那个充电宝哦。对对对对对，吼，都是一个行动电源嘛，行动电源啊。对对对，阿兄，那你这条歌曲啊，做啥物？叫做米酒杯。哎呦，厉害啊！来拍破，来欢迎徐富凯，米酒杯，谢谢。好，让我看看中立人的手机的电量有多少。对，左手边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右手边的朋友，谢谢。来，中间的哈。春风吹啊吹来打破啊我，不知遥远的伊敢会他啥？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慕的时节，又都是三更半夜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要泪流，笑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，双手举高。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喜悲悲。今日是有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喝我醉，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哦，你们自己往回看一下有多漂亮，耶！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你们拿手机的朋友，耶！好美好美，来哦，看会不会更。
月娘笑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小心哦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面笑花，为你挂做冬天的彼杯花。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袂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笑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一路如花。相信一个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就保护我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好好，我叫许富凯，不是喜富凯啦。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哦，小心哦，很谢谢你们来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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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很开心吗？大家？好，接下来呢，刚区长为什么不开心？哎呦，早讲嘛！来来来，那我们一起好不好？两个人，没关系，你们坐，你们坐，来，你们坐，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不好意思坐区长大腿嘛，不好意思。在我先，来啊！阿北阿北阿北，又带了又带了，棒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接着呢，刚刚两首歌都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，我们接下来唱一首抒情的歌，好不好？那一样，这首歌要配着刚刚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，才会画面比较美。带来这一首《一席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想一回，放你去飞，又受伤几回。
才知的世事比例，曾有爱过，只是爱无底底，剩一半无人替。谢谢谢谢，终于说了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我老粉丝，谢谢。收起来，感谢综艺们的综艺人们的热情，然后给我演唱会的规格，我们真的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等等，我们爱的鼓励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啊，一二三四，哎，放炮了，不对不对，再一次，一二三。谢谢。接着呢，带来第四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也都很喜欢。金苗哥在雄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以后会唱的朋友，我们也请大声的唱哦。想着心上悲
也不再想你。你的声音引我心去迷，无缘的无论去佗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不知影你甲我已无缘。掌声，谢谢！天后来了，天后来了！还有天后即将驾到啦，各位，没错。来，接下来。